再回给啊，这个拖车陈佑维上篮得分。哇，这边这个防守篮板抢得非常高，哎，好球，对，露出了空间，董永权射了球，那命中率都特别高。这个二三的区域联防，但是这边很快，黄宏玉马上来一颗三分球，一手到球，主要你看啊，好球，对，所以在高位这个位置，因为守了，传的点不到位啊，所以给了师大反击的机会。好，陈佑维拿到篮板球，进攻阶段变得很快。哇，但有点守不太住，以小阵容打小阵容的情况。哦，面对苏文如过掉了，再给出来，利用转移到了底线，黄宏玉的出手 ，for three。打打看了，因为吕月婷他们都有犯规的麻烦了。对。哇，这是陈友仪跟黄建志的一个默契的一个搭配啊。当然在他等黄建志做一个，就一手在这边还是要解决自己进攻的问题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球裁判还没给挥走哎。分球是八投中一哦，只有12.5%的一个命中率。对，师大这边就右伟跟台湾师大最后的十分钟，陈友仪的空切 ，nice。对，这个球右伟很坚持啊，停得够久啊，还是有机会啊。哎呀，哇，那你完全漏掉黄建志在前面了。对，对，这给他两分都没关系。啊、对，结果发生了失误，有错。对，那陈友仪在前面，吕慧婷追不到了。哎呦，结果回传球又对，还是要注意分数哦。